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方舟生存经啊！我是老头 Old Man， 今天呢，我们终于要去外面探险啦！我们没有要再继续召唤我们的工作台的恐龙了。好，工作台的恐龙全部都被我们看过一遍了，被我们把玩过一遍了。那基本上呢，大致上就是那个样子。如果还没看过的呢，可以去看点击我的播放清单啊，可以去看之前的影片，就可以知道之前影片的恐龙到底长什么样子吧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是先去野外稍微探看一下地形，但是我们这一只不知道为什么回血回这么慢，我在想要不要先让它补满血啊？我的那个补血药罐好像是在砸下霸王龙的身上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去拿一下好了，是在这一只身上还是哪一只啊？应该是这一只吧？哇，想装不到，没有，不在这只身上啊。在我自己身上啊 ，I'm sorry， 抱歉，我以为一直在他身上，就在我身上，好吧，那我们不要不多说啊，我们就是怎样啊？哎呦，开始会跑偏了是不是？原来你也会嘻哈，方舟有嘻哈啊？到底是谁打他、啊？咬屁咬哦，他不是很会咬，在咬啊。这是尾巴啊，吓我一跳，我还想说他怎么身体着火了嘞。方舟有嘻哈就是这样子啊。我刚刚直接跳个 blanking 之类的。还蛮厉害的。深感佩服，深感佩服。他居然没有食物可以吃了。怎么办，我们要不要帮他一下？可是我们好像没有大腿肉。没关系，我们到时候到野外就有大腿肉帮他生了。来来来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找新的生物来闻闻吧。OK， 各位兄弟们，我们找到了第一只珍奇的生物，居然是全地图就只有一只独角兽，不过呢，它看起来不像是官方的独角兽，因为官方的独角兽没有这么大只哦，这个应该是潘朵拉的独角兽哦。但是我不知道潘朵拉的设定的独角兽是不是全图只有一只啊？或许搞不好等一下这只抓完之后，别的地方又遇到一只，不过呢，这只真的还蛮大只的，而且它感觉它不怕生，而且我不知道它是吃什么的，我们靠近一下好了，它应该是不会跑走吧？这家伙可以抓吗？吓到了，它吓到吃手手了，还好它是不会攻击的。我们用我们这个三项之力，好像不能喂它、啊。我们试试看别的好了。你是跑屁跑哦，他动作还蛮好笑的。可恶，强制驯服你，你可以不要走吗？虽然独角兽很稀有，但并不代表就可以这样子嚣张，你知道吗？你有本事就给我跑过来这个地方，有本事给我过来。看一下什么让他复活了、这个马儿看起来现在又非常的淡定了，假装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。来来来，有吗？有，可恶，都没按到，再一次，有，这是中奖，哇塞，这超大只的哎！你刚好给你们看一下身高比例，我才在他的旁边，你看。这根本就不是官方的吧？我跟你讲，这是官方的马，我告诉你，绝对吓死大多数的人了，好不好？来，骑上来看一下，里面有什么鬼东西？看样子很平常，能力素质也很普普，它就只是比较大只而已。点了之后跳个两三下，很 happy， 装逼一下。你以为你是彩虹小马吗 ？Many a pony, many a pony。我们看一下左肩。一样是马的咬，右键，马踢，马踢居然还有特效，来来来，踢一下，这样就200万了，厉害厉害，如果这是新台币该有多好，西键，我觉得他要开始唱歌了，嘿，过来呀、哦，哎呦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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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， 各位兄弟们我们现在回来看到这一只了，有没有？这只是什么？来自地狱的月月你们看到尖刺有没有？要死哦！谁干呢？
火焰狼，感觉是火焰狼的意思啊，随便讲的。它是一只雄性的狼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在原地盘旋啊，貌似它好像不会攻击我的样子，所以说呢，我要只身前进驯服它，应该是不会攻击吧。哦，这个狼看起来蛮帅啊，它在转什么东西啊？还蛮好笑的。啊，是在找上厕所的地方吗？哦，不要突然攻击我、啊！它到底是吃哪一个啊？黄色的吗？喂一下，好像也不是。我真的很怕它突然发起飙来攻击我，你知道吗？应该是不至于啦，好不好？它看起来这么的乖，对不对？一定都是啊，别的狼、别的月月带坏它、啊，对不对？啊，非常好，看来是不会攻击，它应该吃这个啦。再没有我就没办法了。啊，果然是三项之力。月月好乖，哇哦，我又变大只哎、欸，一骑上去整个巨大化了，还蛮好笑的。然后我现在卡住了，我不需要等这该死的经验值升级，我才要慢慢点负重。啊，我看一下右键有什么呢？哦呦喂啊，叫一声，什么事情都没发生。啊，左键也有一个震慑的一种震慑的那种感觉啊，只有右键跟左键而已，没其他功能了。好，点一下负重。哎、欸，他的右键有伤害到人哦。哦，这边给你装可爱哎。吼、哦！有啦，有打到啦，他是范围性伤害。由于是因为他太大只的关系，他那个血条啊，不是血条啊，打出来的数值有点小，数字有点小。喂！哎呦，这个声音大到有点让人家皮皮抓。I believe I can fly。好，咬下负二十一，威猛地狱月月再现。Hell Wolf Hell 是这样念吧？我不知道，随便念的。哎、欸、啊，这边怎么会有一只？哎、欸，你这个小坏蛋。哎、欸，这边怎么会有狼哥哥呢？哎、欸，不是螳螂哥哥，不是狼哥哥啊！我们已经有这一只是没错，不过我还是礼貌性攻击一下好了，礼貌性的攻击，呀、yeah! ，去了啊！轻轻一咬就爆屁啊！爆屁之后里面什么都没有，空空如也，也没有办法把它分尸啊！好吧，哎、欸，啊、我们的阿根廷在哪里啊？他这个视角很容易被挡到，你知道吗？完蛋了，我们找不到阿根廷了。我们阿根廷在哪里？完了。Hello， 我们的阿根廷去哪了？我就这样把阿根廷给抛弃了、哦。我记得我们是停在岸边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在这里看一下好了，应该找得到啦，不会跑太远了吧？银桌信不信？好、哦，他好像真的不见了、欸，干怎么办？该不会又要这样子再召唤一只阿根廷了吧？我觉得这样不太好，因为我们阿根廷的数量啊、哦、日积月累的逐渐减少，找到了啊、哦！自从那一次死亡之后，我们太仰赖阿根廷的方块了。然后我这一个跳过头，该死的，结果游泳这么的慢啊，也是啦啊，地狱的狼犬嘛，怕水是正常的，你看他身上的火焰啊，要是他在水里待久一点，他肯定往生了吧。好啦，快点啦，林北一秒钟几十万上下呢。好的。啊，你这是找死吗你？你这是找死才会做出这种愚蠢的行为啊！你不看一下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，蹭一下自己的精良。就这样子咬下去，不知死活啊！啊，月月再见！啊，好、哦，看消失了。哦吼，看看我们看到什么东西了？啊，我才刚刚想说传送门传远一点，传到比较偏远的地方，就让我看到了那只黑暗金刚。啊，我先把这弄死，可能这个碍眼。抱歉，碍眼都先解决掉。啊，才刚传过来而已，马上就发现了这一只。啊，
I can， 哇哟，吓我一跳！哦，我都忘记他的右键是召唤了，妈的，吓死了！啊 ，King Kong Boss， 这是一只金刚王啊！我相信他应该是不会主动攻击啦，好吧？啊，我们就走过去，用我们的 Boss 驯服，用我们的 Boss 三项之力驯服他吧。啊，你不要攻击我哦！啊，不要哦，不要哦，我会怕哦。欸，其实这样靠近他蛮可怕的，欸，真的，我会怕。快点，快点！欸，为什么不能喂他？这家伙不能喂？欸，可以啊。欸，只是需要一个角度问题啊。欸，驯服成功了，欸。我靠，他黑的跟什么样？黑金刚哦。我干呢？哦，啊，不就好像他可以骑。他第一人称也是一样，跟一坨屎一样，什么看不到。欸，可是我发现他没有办法长跑，欸，我感觉他长跑就累格啊。我们看一下左键，黑暗之力啊，大黑暗啊。我们右键，啊，丢一般的石头砸下去，砸下去一千啊啊！那丢的那颗石头不能捡啊，再砸一次，再砸一次，你可恶都没砸到。欸，他们好屌哦，很会闪我的攻击哦，哎呦，很会哦，哦，想不到有办法有这种能耐闪过我的攻击，我敲死你，我还不敲死你嘞 ？C 键嘞？小金刚啊，照惯例召唤小金刚出来的是吧？我们看一下我们小金刚，可恶，他这个有点难发号施令啊。有啦！我靠，三亿啊！哇，小只的还蛮强的，欸。好，停止，停止。啊，有点吵，有点吵。啊，好，会跳跃的黑金刚，好，非常棒，非常棒，非常棒。嗯，还行，还行。啊，个人觉得欧妈妈看得出啊，真的就是黑金刚，名副其实。啊，原来黑金刚就是这样来的，啊。OK 啦，我进攻，再见，拜拜。啊，那两只放在那里应该是没问题吧？我觉得这两只可不可以骑啊？这两只可以骑吗？不行，还可以骑哦。哈哈哈哈！哎，犯规啦，那我召唤出来的可以骑啦。欸，召唤出来可以骑是什么巫术啊？而且还跳得很高。好，帮忙一下。好，辛苦了各位。好，早点回去领便当也是一件好事啊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两只就放生，给它放在这里，反正它们也死不了。来，我们继续。哦，各位，还记得我们上次遇到的那一只背着这个钟的玄武哥哥吗？啊，来了来了来了，我们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把他给驯服了啊！上次是直接把他解决掉嘛，我们直接来驯服他。阿龟，我来了，阿龟，呀，yeah ，大成功！来吧，让我上去。呜，我有呀，右键，哎，右键没有能力 ，C 键。震慑怒吼！哇，他只有左键跟 C 键，没有右键功能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包包里面有什么。空空如也啊！哎呀，啊，这只阿龟呢也是装逼用的。啊，除了攻击力之外，他没什么特殊能力啊，走路太慢了，不喜欢。好，我决定我要把它放生在这里了。你知道什么我要放生它吗？原因非常的简单。因为呢，只要我每次一开游戏进去，都要听一下他的 BGM， 跟那个战神阿瑞斯是一样的，麻烦死了啊！所以说呢，我要在那边放生他，抱歉了，拜拜。好啦，我们 OK 啦，今天这一集内容差不多就这些了哈。我们觉得大概遇了四五只，欸，没有那么多啦，大概两三只，这个三四只恐龙吧，有吧？应该有三四只吧。
啊，都是不错的生物啊。我有去看那个什么方舟的这个模组 NOD 里面还有很多啊，还有什么雷虎之类的，我们之后再一一的把它寻找到介绍出来给你们看吧，好不好？那么今天影片差不多先到这里结束啦。啊，如果喜欢影片呢，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欢迎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次模组介绍再见啦，拜拜。